随着行动装置的普及，如果您在教室里面想要把行动装置上的画面投影到大荧幕上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TeamViewer 快速的帮我们把画面透过教室里面的电脑直接投影到大荧幕上。您可以不用购买任何其他的硬体或是不同装置间相容的问题。只要使用 TeamViewer 软体的方式，就能够一次解决，并且适用到所有的教室上。在电脑上，请您安装 TeamViewer 标准版，或者是使用免安装的版本。手机、平板，则请安装 TeamViewer Quick Support APP 应用程式。进入到 TeamViewer 官方网站之后，您可以从右上角的下载找到您所属作业系统的版本。以 Windows 来说，您找到之后呢，往下卷动，预设的第一个都是标准的版本。那如果呢您不想用安装的，也可以选择往下会有一个叫做 TeamViewer Portable这样的可稀释版本，您只需要把这个档案解压缩之后，就可以直接执行，完全不需要安装。在行动装置的部分，您选择 Android 或者 iOS 都可以，甚至 Chrome OS 也有。那我们以 Android 为例，您点了之后呢？往下卷动，我们只需要安装 Quick Support 的版本，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完整的功能，只需要提供从电脑连线进入到行动装置的功能就可以。在电脑上执行 TeamViewer 之后，只要输入手机、平板的 ID 号码，就可以进行连线。第一次在手机、平板上执行 TeamViewer Quick Support 时，可能会出现如右图的讯息，需要依照不同的品牌装置，再多安装一个附加元件，才可以支援远端控制的功能。否则，只能与行动装置进行文字讯息或是档案传输的功能。iPhone 与 iPad 装置安装完 TeamViewer Quick Support 后，请再多做以下的设定，才能顺利将荧幕共享。开启你的 iOS 设定，进入控制中心，制定控制项目。请确认荧幕录影这个项目有加入到上方的包含里面。当您从电脑使用 TeamViewer 连线至iPhone 或 iPad 成功后，请开启荧幕录制，开始直播，就可以把 iPhone 或 iPad 荧幕画面分享出来。从电脑端输入伙伴 ID， 按下连线，在行动装置上就会出现是否允许。你就可以看到行动装置上的画面了。首先，我们来跟大家示范一下，如果您是在平板上显示网页的话，您可以看到这样的流畅性其实是蛮不错的。除了使用触控的方式操作外，其实您在平板上，当您在做缩放的时候，我们的荧幕上也会看得到。您也可以使用简报，PDF 档案，
除了将平板画面显示在 TeamViewer 视窗外，您也可以选按右上角的另开视窗，再透过检视里面的缩放到全萤幕，这样就可以有更大的范围来做检视。若您结束之后呢，按下关闭，想要再打开远端控制的萤幕，就按一下远端控制，就会再出现了。除了我们可以连线到平板以外，您也可以帮您的手机当作是实物投影机，只要连线到我们的手机上，开启照相机的功能，这样一样可以达到实物投影机的效果。不论是您看同学的作品或是批改作业，效果也都相当不错。